手持移动打印机，迷你，便携，无线。拼接打印函数练习题，标尺固定好打印的位置，等待传输完成。指示灯绿表示打印进行中，打印时对准拼接卡，完美拼合打印内容，打印物理电路图，传输完成。一键打印，方便快捷。打印完成，导入复杂实验图打印，设置拼接为二，等待数据传输完成，开始二拼接打印。打印效果完美。数据传输过程，指示灯绿表示接收到数据，数据传输完成，移动无线完美打印。手持移动打印机，让大脑和手都动起来吧。